们是什么人呢？你管老子是什么人？下来，下来呀！来呀，看看有没有银子。走，破书，什么东西？看看好的，有什么金银财宝，赶快拿出来，免得老子动手。我是读书人，你们这帮强盗光天化日，蓝图劫想，难道不知道王法吗？什么王法？没有钱，老子要你的命！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你看，真倒霉，就那么一点银子啊！哼！哎呀，宰了！啊！哎，住手！哎呀！打！我打！哎呀！嘿！谋财害命，成何世界？我上啊！哎呀，大刀！哎，赶！哎，哎，看刀！哎呀！多谢义士相救，你没有受惊吧？没什么，请问义士高姓大名呢？看镖。哎，义士，放了他算了。好，滚！干杯！干杯！老兄，喝完这杯，我们该分别了。我们虽然是萍水相逢，都可算是一见如故。是，如果伯贤兄不嫌弃，何不结为兄弟呀？小弟早有此意。请问王兄今年贵庚？虚度35。小弟今年30，请受小弟一拜。贤弟免礼。此后患难相助，生死同心。相公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该上路了吧？大哥，再见了。贤弟，再见。贤弟，大哥，这把刀上刻着有我的名字，送给你作为纪念吧。多谢大哥。这块玉是小弟祖传之物，请大哥留作纪念。
说你就要办喜事了，日子定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别装傻了，你跟你表哥成亲还想赖着我们的喜酒啊？一环姐，你跟张大哥真是天生的一对呢。真是天生的一对。你不笑我？不是笑你，我们是替你高兴呢。哎，他来了。刘大人您早。好。爸爸，你们早。我虽然是个荷花上市的，你们都采好了没有？采好了。张大哥有人找你。哦，谁？就是他。表妹，你找我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他问你办喜事的钱你都攒够了没有？哦，你们都跟我开玩笑，我打你，打你，打你！哎，别打了，别吵架去啊！你淋湿了没有？没有。他们都已经回去了。你爹就要回来了吧？嗯，大概就这两天。等你爹回来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成亲了，那该多好啊！诚心祷告，望上天保佑我爹早日打败倭寇，平安回家，也让我和表哥张金生能早日。表妹，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了。我一定会好好的伺候你。我替你戴上。没有了，你给我看见没那个？三公子，三金没了。去找啊，蠢材！找，三金没有啊？三金，是啊，一只山鸡啊，就是我们三公子射的。看见没有？我没看见。三公子，山鸡没了。谁说的？这不是分明有一只山鸡在这儿吗？在哪？明明射。蠢材。这不是一只很好的山鸡吗？它是山鸡。嗯，还是一只嫩山鸡呢啊！干什么你啊？走吧，大哥，快走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
我们是避雨的。你可知道他是谁吗？不知道，走吧。慢走。他就是衡阳总兵的第三公子，看上这位小姑娘了。什么？想必你们久闻大名了吧？啊？哦，久仰了。走吧，快走。哎，慢。既然久仰，干什么要走啊？小姑娘，我现在还差了第八房，不如你干什么？你快站住！光天化日，你竟敢强抢民女，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衡阳总兵是我父亲，当朝宰相严嵩是我干爷爷，这还不够王法？表妹，快走啊！表妹，快走啊！好了，那快走啊！表哥，表哥，表妹，快走啊！表妹，快走啊！快走！追呀！要是死了多可惜呀、啊！哎哎哎哎哎啊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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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见总兵大人。胡知府，你来了。是。送给严老恩师的生辰礼物你都办好了吗？都办好了。嗯，这是从各地收集来的礼物清单，共和白银3万两，我早就给您扣起了1万两，其余的2万两我就用您的名义送上金器。办得好，办得好！你这个知府啊，我一定给你连任。谢大人，这次严老相爷一定是非常高兴，说不定还赏给三郎一个大官做了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！
大人，大人不得了了，事情不得了了啊！今天小人陪三公子打猎，他是不是打到了很多野味啊？野味倒没有打着，他已经怎么又闯了祸了？不要怕，天大的事由我来担当。这一次我们大人也担当不了了。什么？什么？你快说呀！你快说呀！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快说呀！小人陪三公子出去打猎，遇了一个美貌女子。嗯。三公子想抢她做第八方夫人，怎么样？不肯，就逃了。三公子就追，后来追到悬崖上。三公子一不小心，他就摔下去了。啊！他摔死了。你个蠢材！现在他人在什么地方啊？在外面。去！起来，起来！母亲，您先用吧。不，这是秀兰秋萍敬你的，还是你吃了吧。您40年的教养之恩，孩儿到现在还不能报答，心里非常惭愧，应当先敬母亲。好，不行，只要你做个好官，为百姓造福，我就安心了。是，母亲。你们吃吧。下官不知老大人驾到，有失营养，
望妻恕罪。好了，不必客气了。来人了，站，看座。是，看座。请问老大人驾临碧崖有什么要紧的公务吗？啊，请老大人吩咐。我问你，你吃的可是朝廷俸禄？下官一向忠心报国。你做的可是父母官？下官一向为民分忧啊。你既是好官，为什么在你治下闹出人命？你全不知道啊？有这等事？我的儿子被一个凶狠毒辣的女子拦途劫抢，谋财害命死了。啊，三公子。我可怜的三郎哎。凶手是谁？王玉环。老大人不必过于悲愤，下官一定缉拿凶手归案，替三公子伸冤。凶手已经拿到了。既然如此，就请老大人一同审问。不用费事了，你就把他给我斩了吧。如此下官告罪。带王玉环。是，带王玉环。到。跪下。你谢氏名谁呀？民女姓王，叫玉环。杀死我儿子的凶手就是他。哦，你今年几岁了？十七。你小小的年纪又是女流，怎么敢拦途劫抢，谋财害命？大人冤枉啊。不必多问了，待我取了你的狗命。老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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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人不要动怒。老大人，老大人不必动怒，待下官审问清楚了，然后治罪不迟啊。小刺，哼。王玉环，现在总兵大人告你杀死了贺三郎，可有此事？你赶快从实招来。我没有杀人，真的我没有杀人。你既然不曾杀过人，那么贺三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说呀。今天早上，民女跟表兄张金顺到厅里去避雨，贺公子也带了家丁人马来，他看见民女，他怎么样？他就……你说下去。你说呀，说吧。他就调戏我，逼我做他第八房妻小。民女早已许配表兄张金生，我不肯听从他的话，他就逼我追我，追到悬崖上，他一失足就自己摔下去了。真的如此？民女没有假话。他分明是信口胡言，欺同抵赖，你怎么可以听他胡言乱道？案情应该审问得清清楚楚，下官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啊！我一面之词啊！我有证人，站了。在。进来。过来啊。是。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是否在场？在。那么三公子是怎么死的你是知道的？是。
你要小心回话。是。你讲。是，县太爷，小人今天跟三公子上山去打猎，打了一早上，山上野兔都给跑光了，后来才遇上这只山鸡。山鸡？是啊，三公子说他是山鸡，是上好的野味啊。公子想抢他回去，可是他后来逃了。公子追呀、啊，追到悬崖上，后来怎么样？后来三公子就就被这个女子打死，推下山去了。这个都不会讲，个蠢材，懂了吧？懂了，懂了。后来就被这女子打死了，推下山了。黄县令，现在已经证据确凿，就不必多费唇舌了。你就定他的罪吧，好让知府刑部问斩了。啊，问斩？冤枉啊，大老爷，冤枉啊！判哪？你判哪？青天大老爷，青天大老爷，冤枉啊！黄县令，你为何迟迟不判？这判哪？啊！冤枉啊！嗯。干什么啊？我这县太爷，县太爷干什么？我这县太爷，请您让我进去吧。不行，请您让我进去。慢着，什么事？启禀老爷，这个人赶也赶不走，一定要见老爷。让他进来。是。表妹。表哥。表妹，你怎么样了？我你是无罪的，我们走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他的表哥张金生。哦，你就是张金生啊。是的，他是无罪的，大老爷放了他吧。慢着，我先问你，今天王玉环遇见贺三郎的时候，你是否在场？在。那么贺三郎是怎么死的？你看见吗？我看见了，是他自己摔死的。他们一共有多少人马？黄县令，慢着，你讲。贺三郎带着家丁，还有很多兵士。可曾携带武器？有刀，有枪，还有弓箭。黄知县，那么他有没有武器？他没有啊。黄管县，贺总兵，人命关天，我不能妄杀无辜啊！狗官啊！你居然敢顶撞老夫！下官不敢，不过试问一个弱女子，怎能杀害一个警卫森严的武夫呢？我贺总兵一向言出如山，谁敢违抗？现在我儿惨死了，我一定要杀这个女子报仇。现在我把她交给你了，你是知己的，就快些把她判斩了了事。如有半点流难，不但你的前程难保，还要当心你的狗头啊！来了，大人，大老爷。您可怜他是弱女子，请您放了他吧。贺三郎之死非同小可，王玉环，你怎么偏偏碰上他呢？请您开开恩，救救他吧。大老爷，民女实在是冤枉啊！请您开开恩。金婆，在。把王玉环斩心收监。是。退堂。
表妹。表哥。好了好了，带走。走。张金生，你也走吧。不行。母亲，审犯人的时候我们都听见了，这个女犯人真可怜，我看她一定是冤枉的。我知道这个女子是无辜的，不过贺总兵横行霸道，强词夺理，如何是好？不行，你忘了堂上的匾写的是什么吗？公正廉平。你既身为父母官，应该爱民如子，要是畏惧权势去斩无辜，那就对不起祖宗，对不起你自己了。是母亲，孩儿一定尽力营救。这样就对了。黄老爷，今天我们大人有事不见客，这个请收回吧。老爷，这个胡大人是贺总兵的亲戚，您忘了？走，马上去见徐大人去。话是不错，可惜已经晚了。晚了。这是胡知府来的公文，我正要交给你，你看吧。什么？已经判决了？五经起见，天亮行刑。徐大人，这是冤枉的，请您主持公道啊。我也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不过贺总兵兵权在握，又是严相的亲信，伯贤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劝你还是马虎一点算了，何必惹祸上身呢？你回去吧。哎，让开，让开。让开！刚起解，天亮行刑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王玉环，有人来看你。表妹。表哥。我们奸臣当道，老百姓不知该害死了多少，只有我自己无能，没有法子救你。难道天底下就没有了良心，就没有了正义了吗？表妹，表妹，今天的月亮那么好，那么圆，我们就在月下结为夫妻。不不，我就要死了，我不能连累你。表妹，我不管你生你死，我都要娶你。来吧。我们现在是夫妻了。时候到了，你该走了。不，
我不走，我不走。你不走怎么行啊？他就要行刑了，走吧。不不，等，慢着慢着。张金生，你不要这样。青天大老爷，他实在是冤枉的。您看，这样一个天真无瑕的女孩子，您就忍心杀了她？青天大老爷，请您开开恩吧。我知道你是无辜的，我正在替你想法子。青天大老爷，求您放了她吧。求求你。你在这儿也没有用，还是走吧。起来起来，快走吧。不，我不走。等，我死也不走。等等，慢着，不要难过，要是有什么话再去说说吧。表妹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了，说什么我也不离开你。表哥，表哥，你还是走吧。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。表妹。这个玉给你，以后你看见他，就好像看见我一样。表妹，王玉环，这是什么？能给我看看吗？你从哪儿得来的？十年前有位叔叔送给我父亲，我父亲给了我。你父亲是谁？王志健。是哪里人？山东济南府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三年前打倭寇去了，我无依无靠，才来这儿投亲。你知道我父亲？不不不，来人了！站站，这个犯人案情重大，马上带进后堂见我。站站。找了你三年不知下落，想不到今天竟与侄女相遇。大哥不用担心，天大的事情都由小弟担当。跪下，把枷锁除掉。在外边看着，不许人进来。是。王玉环，我知道你是冤枉的，不过贺总兵持世横行，我实在想不出法子救你。我现在已经顾不得坚韧权势，你跟他走吧。放我。是的。真的。这银子你拿着，
赶快换了衣服从后门逃走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起来起来，快走快走啊！谢谢大人，走吧。慢着，快去找你父亲，千万不要给人家知道啊。知道了，知道，知道了。请问大人高姓大名？你不用多问了。金宝，在，带他们从后门出去。是，来吧。谢大人，谢大人。快走快走，走吧。太夫人，老爷吩咐请您收拾行李回乡。回乡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老爷在哪儿？在后堂。父亲，母亲，是不是我们要回乡下去？是的，母亲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这个官我不做了。啊，不做了？是不是调身了？不。辞官告老？是，辞官告老了。爹，看您的神气不好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不，没有什么事。到了乡下以后，你们更要好好的侍奉祖母。是，爹。到那时候，您也可以好好休息了。是啊。我是该休息了。好了，你们也赶紧去收拾收拾吧。是。不行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。你刚才不是说王玉环的案件已经办妥了吗？那么为什么知府又来公文要判死刑？母亲，那个王玉环已经被知府判了死罪，今晚五更起见，天亮就要行刑，可是我已经把他放走了。啊，放走了？他又是我救命恩人王志坚的女儿。哦，我怕母亲担心，没敢告诉你。不，不行，你做得对，应该的。可是你释放死囚，罪该万斩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要你们及早回乡，留下我一个人来担当。恐怕你也担当不起吧。哼，最多是把我杀了。爹，义父，您不能死。你们不要难过，赶快收拾行李，跟祖母回乡去。不不，我不走。不，爹，我不要离开您，我们要走一块走，要死也一块死。老爷，我看现在王玉环一定没有走远，不如我去把他追回。不，哎呀，老爷，我知道您是仁义君子，可是现在不要多说了。秀兰、秋萍，听我的话，快跟祖母走吧。义父，走吧，走吧。祖母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刚才放走的那个王玉环又回来了，要见老爷。
人。王玉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请问大人是不是姓黄，名伯贤？是啊。这块玉就是您的了。哎，那您就是跟我爹结拜过的黄叔叔，请受侄女一拜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。这位是？我母亲。祖母。起来起来。好，起来起来起来。好，这是我女儿秀兰秋萍。二位姐姐。玉环姐姐。姐姐，这是我表哥张金生。两位小姐，太夫人，大人。好，起来起来。哎，你赶快走吧。不，我不走。哎，你不是知道了知府已经判了你死罪，交给我问斩了？我知道，所以我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今天贺总兵临走的时候说把我交给你问斩，我走了您怎么交代呢？所以我也顾不得远方的爹爹和眼前的亲人，我情愿死也不走。大人，当初我只想着玉环是冤枉的，所以我求您放了他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要是他走了，那就害了你，叫我怎么忍心呢？你还是让他回来吧。那怎么成啊？难道要我亲手杀了他吗？那我怎么对得起他，又怎么对得起他父亲呢？可是我走了就会害了你，我怎么对得起你，又怎么对得起你们全家？还是杀了我吧。玉环，你是无罪的，就不能让你含冤而死啊。何况你又是我们恩人之女，我们万万不能恩将仇报。不，祖母，你不要讲了。叔，母亲说得对。叔父，不过不行，你也要想一想，贺总兵手下有多少人马，而且严嵩的爪牙到处布满了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们跟玉环又怎么能逃出他们的手掌呢？所以放走玉环也不是好办法。这事儿不多了，好吧，就让贺总兵来把我们全家通通杀了吧。叔父，还是让我去死吧。不，贤侄，表哥，贤侄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，您让我去。贤侄，你听我讲，贺总兵人马众多，警卫森严，你怎么杀得到他呢？你这样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？我不管，我情愿死也不委曲求全。贤侄，你说的对，我是委曲求全，不过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县官，不是包公，也不是海瑞，我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父母子女的平常人。但是我也有良心，我也想替老百姓做点事。我更不忍见一个无辜的少女受屈而死。
一环姐姐，我记得你是17岁吧，我只大你1岁。姐姐，来，爹，您看我比他胖吗？他穿的衣裳正是你的。您看他高还是我高呢？两个都是亭亭玉立，两个都一样啊。这样我就有了解救的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快说呀。让我去替死啊？什么？你愿替死？我愿替死，不仁不仁。你听我说，说吧，听我说吧。好，你说吧。枉杀无辜是不仁，恩将仇报是不义。妹妹，我们怎么可以看着你冤死呢？姐姐，你不能死。不，祖母说的对，您死了也不能了事，何况现在满朝都是贪官污吏，像爹爹这样的清官正应该发扬正气，为民除害，怎么能去死呢？而且祖母年老，妹妹年幼，姐姐万万不能没有爹爹。所以事到如今，只有我去替死才可以仁义两全。姐姐你太好了。姐姐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不成，前倭寇侵占我们家乡，我父母兄弟都被杀死了，我家破人亡，孤苦无依。幸亏义父您把我收养成人，情同骨肉，您给大恩大德我一直还没有报答。我一个人无牵无挂，他不如让我去死。不，不成，不成啊！义父，义欢姐姐的父亲投军杀敌，为国尽忠，也替我报了大仇，我怎么忍心他的女儿被害？由我去死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不，不，起来，起来。你爹临死的时候托孤于我，我又怎么可以让你去死呢？义父，
你们赶快逃走吧。不行了，老爷，知府大人带了兵马围住了衙门呢。好，待我自首。我来带。我来带。你们不要讲了，看了他们这种情形，我倒想出一个办法来了。这三块木牌，两块是生，一块是死，你们三个人去抢吧。抢到了生牌就生，抢到了死牌就死，命天一段吧。慢着，等我吹灭了灯，你们再抢。祖母，嬷嬷到了。你们放开，请进来。给我，你们不要讲了，这是天意。祖母，我抢到死牌了，父亲您成全我吧。不成，不成啊。不行不行，事到如今不能再犹豫了，就让他去替死吧。母亲，女儿，父亲，女儿要去了，养育之恩只好等来世报答了。女儿啊， 我真对不起你，你自小苦命死去了母亲，十八年来你我相依为命，想不到今天要让你去死，还要死在我的手下。父亲，您不要难过，您要保重啊！我死了，玉欢和秋萍一定会好好侍奉您的。您看见他们，就跟看见我一样。女儿啊，父亲。父亲，我去了。我们还是走吧，走吧，快走吧，走吧，送走他们。犯人上堂验明正身。怎么是小姐？金宝，这是万不得已的，你千万不能走漏了风声了。全靠你责瞒了。是，小人知道。妻女犯验明正身。代王玉环。是。
跪下。你姓甚名谁？我是黄。胡说。民女王玉环，冤枉啊！这就是了。胡大人，可曾看得真？看得真，本县可曾问得明？谅你不敢不问明，赶快推出去斩了吧。来人了，斩！侠负心肠。斩！走吧，走，走。女儿玉环来了。啊，你找玉环啊？他怎么了？他给县官判了死刑，正押赴刑场去问斩呢。啊，那押赴刑场去的就是我的女儿啊。是，是啊。那那县官是谁呀？姓黄，名叫伯贤。黄伯贤。鬼子说：“在，斩了。”是，起来，开斩。是。刀下留人。表妹，你不能去。哎，你什么人？我是王玉环的父亲，我要见你们大人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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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！黄伯贤，史大哥，原来真的是你，黄伯贤，我问你，我的女儿犯了什么罪？你要斩她？一言难尽呐，黄大哥，你快些走吧。你快些走吧。你走走走。
你还有脸认我做大哥？当初我救你一命，现在已经恩将仇报，只图自己升官发财，不惜颠倒是非，去让我的女儿王玉环。我真是当初瞎了眼，错认了你呀、啊！志全兄，你不要胡闹，我求求你，你快走吧。呸！你伤天害理，你还说我胡闹？难道你不是为人父母？你不是人，你是为虎作伥的狗官，不仁不义的禽兽。刽子手，开斩！是，不，不行，不行！喂，放开上面！玉环，大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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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住手！什么事？救人讨伐者！啊！好大胆子！人来！来！来！把他给我抓起来！来！黄知县，是大人。先将这个女犯斩了，然后把她的心肝挖出来，替我儿子报仇。是。斩。是。不行了，玉环，我的孩子，你是谁？我是玉环呐。大哥，你是玉环？大哥，玉环冤枉啊！王伯贤，元凶哪儿去了？我已经把他放了。来人啊！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都给我斩了！慢着！表妹！我是王玉环，要杀杀我吧，与他们无关。玉环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实在不忍心，我来自首了。玉环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黄叔叔为了救我，把他亲生女儿来替死。您错怪了他。黄贤弟，我错怪了你了，我错怪了你。好大哥，你来得正好。人来，站来！把他们都给我押起来！奉国相严嵩大人批示，查得衡山县令黄伯贤勾结党徒王志坚等，冒名顶替，私放死囚，欺君犯上，藐视王法，罪该全家抄斩。啊！全家抄斩了、啊！黄志县是个好官呐、啊，他不会做这种事吧？行。哎，老伯，这位县官可谓无法无天，岂有此理！老伯，我的话不对吗？知县是好人。这个出告示的才是无法无天呐、啊！我也听说有冤情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里边的冤情啊，大着呢。这，跟你说也没用，你又不是海瑞，你还是去算命去吧。不，海瑞怎么样啊？海瑞海大人在这儿啊，那就不同了。海大人是正直无私啊，为国为民的好官啊，只有他才能跟严嵩这帮奸党斗啊，只有他呀才能为我们老百姓伸冤啊。爹，不要多说了，只有他。爹，回家去吧。Thank you.
同奸党，释放死囚，先奉严相批示，就地正法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哼，你说，哼，你死到临头还敢这么大胆？哼，你身为总兵，长得奸相严嵩的势力，连群奸党欺压百姓，你猪狗不如，要杀便杀，天不容你。闯营房，语无伦次，目无王法，一定是他们的同党。嗯，人来，把他也给我杀了。杀了，把老头给杀了。谁敢妄动？你这个臭算命的，到底想做什么？不要这么大的火气。你听，云南海瑞大人驾到。哪儿来的什么海大人呢？海大人在此。哎呀，好，来呀，把这两个人拿下。是，不要动，走，好，当机升堂。你说你是海大人，你有什么凭证啊？住嘴！我真是海大人。贺中令，有人告你们纵子行凶，驱杀无辜，罪大恶极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哼哼，还要什么凭证？来啊，来，替我出关打人。是，我有什么罪？谁敢告我？谁是原告？张金生何在？在。张金生叩见大人。你告他什么？告他纵子行凶，调戏民女，驱斩无辜。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，分明是王玉环谋财害命，惨杀五儿。如若不信，我也有证人。贾龙，在。你来。快！从实讲来。这个你要小心讲话。是，小人知道。你说。那天三公子上山去打山鸡，后来就遇见了那个女子，三公子就追啊，逃追，后来三公子就摔死了。分明是那女子谋财害命，把三公子推下山摔死的。不是，是三公子调戏的，他自己摔死的。蠢材，不要鬼！来啊！
现在案情大白，所有人等无罪开释。是。不要谢我，还是谢这位舍身为友、仁义可嘉的黄县令吧。大人，好了好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不行，海大人，你只凭三言两语怎么可以私放死囚呢？贺总兵，你只凭三言两语又怎么可以处人于死罪呢？你可知当朝的宰相是我的恩师吗？你可曾知道本院施咒严嵩吗？